成立机械，走向世界。现在您看到的是我们即将出口到莫桑比克的一套日处理30吨的玉米磨粉设备。物料通过第一道提升机进入组合清凉机，清理玉米当中的大杂小杂、石子石块。清理完以后的玉米通过输送角笼，经过两道脱皮，进入到玉米粉碎。粉碎过以后的玉米通过6台磨粉机进行研磨，通过2架平筛进行提粉。我们使用的蜂王管道都是碳钢喷漆，比较耐用耐磨。这是2个接料台，玉米皮的接料台和玉米粉的接料台。我们看一下机器的后面，这是刷粉机，这是第一道脱皮机出来的玉米皮的接料台。我们出口的小型设备都是在工厂组装好，贴上标签再进行发货，客户可以自行组装。